我列车长的111年，6月30号，遭难，7点36分，所拍的是408次，树林八车九花东线号台东和车子直达。23年12辆编组，皮蛋豆腐藤啊，新人机啊，雷车以及129次，904卷轴，台湾北湖。3005408次收领八车九花东线港台中的超值直达用3天起，12辆编组3005的皮蛋豆腐藤药新能机这辆列车，在三辆神药以及129次，即用八车九西湾线港北湖的引力车加下面左右用905圈的。耶、yeah, ，我的3005跟1129，我要往后面一点。新式，一个是新型区间车，一个是新型城际列车，一个绿色，一个白色，黑色。再见，拜拜。129次在沙奈石油，九毛的就喜欢看北湖。那因为说它下面这边有904圈的，129次向北。拜拜，再见！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多多点赞，以及关注我们，还是来点麻烦，很千里。姐姐，那你们救他吗？拜拜，我的408次哦，超值直达用3012辆面组3005的皮蛋豆腐藤啊，新能机专列车，在双奈石油区啊，就拿拜拜，开往台东。